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这婆呢，天天套路我，我看看今天套路在哪。哈哈，看见了。我不吃米饭，我要吃紫花玉米面摊。低脂肪玉米面条，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，拍一发时再送一包，到手是一包，还包邮。老公，剩两个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嗯，我刚进来都看见了，给，我是这个。也许我上辈子丧尽天良才遇见你，还不完的账。嗯，哇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。你是哪个？那是谁啊？低脂肪玉米面条，今天下单，拍一发时再送一包，到手是一包，只要一包烟钱，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还有几天啊？是刚真是空盘子吗？
一比一碗，开不开心？哎呀！那可要拿芥末蒸的。你表情不变，把这个鸡蛋吃完，这盘肉就是你的。还肉呀？看好啊！不算不算，咋不算？你表情几天都变了。你端着我吃。怎么了？你面无表情，把这盘面吃完，这肉才是你。这娘们儿今天整不了我，估计晚上觉都睡不好。只要你高兴，拼了！看好啊，开始了，这样不准发赖啊。咋回事？难道芥末是假的？没问题呀，我看你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低脂肪玉米面条，今天下单，拍一发时再送一包，到手是一包，还包邮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这味真重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吃饭了。我可以吃肉了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说的肉啊，这是你说的肉，来你吃，你给我吃上看。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一比一碗，开不开心？哎呀，妈逼的，稀灵啊！